请在今日下午一时，让我们一起将声呼求神。内中有一个见自己已经好了，就回来大声归荣耀与神。路加福音17:15。亲爱的天父，蒙恩得医治的麻风病人不是有10个吗？为什么只有一个回来大声归荣耀与上帝，其余9个在哪里呢？父啊，求你教导我们不作忘恩负义的人，教我们时常晓得感谢和赞美你，因为你是满有恩典和怜悯，你亦都不轻易发怒，且有丰盛的慈爱。我愿意更爱你，奉主名求，阿门。